近日，某著名品牌试出一组为天后王菲拍摄的大片，王菲的罕见露面也引起网友的热议。在这组照片中，现年52岁的王菲身穿一件黑色紧身低领长裙，露出的双臂纤细白净，一头黑色短发又美又飒。尤其亮眼的是，王菲脖子上戴了一个超大金属项圈，手上也装饰了金属片，颇有些未来感。就在同一天，有媒体释出一组王菲拍摄的秋冬装扮照片，从画面不难看出，这是居家自在一面的王菲。简洁空旷的背景下，王菲身穿一件驼色大衣和浅色长裤，仅仅是坐在白色沙发上，就能够让人感受到一种从容和韵味。她在镜头下的一颦一笑皆是风情，不仅是事业上的高调回归，前几天王菲也被拍到带着女儿李嫣深夜现身。当天夜色已浓，王菲一头利落的短发，穿着白色条纹短袖，打扮非常接地气。而与王菲同行的李嫣则是长发披肩，坐在妈妈身边玩着手机。喜欢就订阅呗。